欢迎大家翻返嚟妙论广场。喺节目嘅上半部咧，正方系以一盏灯领先嘅。好，咁跟住落嚟咧，就轮到咧评判法问一啲好有挑战性嘅问题咧，分别咧系挑战正方同埋反方嘅朋友。系，等林敏聪问一问先，好唔好啊？唔该。系，各位正方嘅同胞，咁样你而家就参加呢、这个就你哋都知道系叫妙论广场啦。咁你啊，梗系你哋啊，梗系认为自己有好多妙论先至嚟噶。咁樣咧，就如果鏡頭對住你嘅時候，到你講嘅時候咧，你嗰句諗嘅嘢，如果唔係好精冇妙論嘅時候，你哋會唔會繼續講咧？講嘢啊！講嘅嘢多咧，就會有自信心嘅。如果鏡頭對住我，我唔記得，我一樣會講。所謂言語咧，係人嘅武器，同樣係人嘅盾牌。如果你多操練嘅話咧，你的武器就用得鋭利啦，先。如果你多去運用嘅話咧，你嘅盾牌咧就堅固啦。所以咧講嘴多一定係好處喎。唔該，我哋反方朋友準備好啦，已經。好，反方朋友嘅朋友咧，你哋就認為多講冇益啦咁。咁但係正方咧，正話有一個嘅朋友都表示過啦。咁譬如話嗰啲勸人唔好自殺嗰啲嘅談判專家啦。咁當佢勸一個人唔好自殺嘅時候，佢一定要不停咁講好多嘢去說服佢，希望咧就係分散佢注意力而係救翻佢嘅。咁但係如果唔講嘢嘅話，你話嗰個談判專家去到應該係點樣可以救到嗰個人咧？我諗斷斷唔可以話用暴力或者搏暈嘅算數啦嚇。咁你認為應該係咪應該多講啲嘢係可以救翻一條嘅人命咧？邊位想答佢？講得睇過佢勸唔勸到服佢先有用嘅，一面多講冇用嘅，乜嘢咩事都係噶啦，講少少有用起上嚟就自然會有用，冇用起上嚟我多多都冇用嘅。好，而家係時間啦喎，分時間開始。咁我哋頭先咧就贏咗，而家俾你哋先。剛才正方有位朋友講春秋戰國嘅時候，有位蘇秦啦，就游說六國達成綜合連橫啦，但係。嚟講咧，佢講春秋戰國，我又講下春秋戰國。春秋戰國嘅時候咧，唔係一定要靠講嘢就得噶啦。咁有位韓非子，韓非子咧，大家知道有咩特徵咧？嚇，佢漏口嚇，雖然唔係點講得嘢，好似我而家咁樣啦嚇。咁但係嚟講咧，佢都寫咗本書叫《衰難》，咁仍然好多諸侯採用佢嘅策略嘅嚇。咁證明咧，講多冇益嚇，你唔講寫出嚟一樣有好多人採用你嘅。佢要精啊！剛才反方36號嗰位朋友咧，佢就話口花花，就俾個男同事性騷擾口花花。咁其實咧，佢就個男同事就唔係多講，係亂講啫。我就思疑佢自己係咪又係周時亂講，令到佢同事咧就對佢性騷擾。就應該唔係多講啊呢樣嘢。我哋嬲你唔知啊，話你又唔好意思。我哋唔係唔講，唔係抑鬱而死，抑鬱嗰啲係秘密嚟。你都有秘密啦，你有冇秘密啦？你講啊，你秘密俾我聽啦。點解係秘密？為抑鬱，知唔知道？嗱，我哋咧贊成個有聲音係即係講嘢好嘅。即係如果假如你睇下電視咧，電視冇聲音啊，你睇唔睇啊？冇聲音噶。有你講唔清啊！有你讲唔清啊，秀才遇着兵啊，你讲咁多嘢啊，官府在远拳头在近，你讲咁多冇人睬你噶。咧，我方面嗰个婆婆，阿婆婆你话你咧成日屋企咧啲人咧唔中意你成日乱咁噏又讲咁多嘢，咁我怀疑一样嘢喎，如果你唔讲得多嘢唔沟通咧，咁总好过你咧系咁合埋个口，咪个个咪有公心计咯。你又嬲我，我又嬲你，不如索性大家有拗撬都好，都讲多啲，等大家都明白自己对方讲嘅嘢啊嘛，系咪？费事屈到病啊，嗬！句说话因误会而结合，因了解而分开咧，点解会了解咧？就系、是、大家讲得太多嘢啦，而家离婚率咁高就系因为讲得太多嘢，讲得多系冇乜用嘅，令到家庭呢个幸福系会断送嘅。呢个就妙论啦吓。想问大家一句啊，如果一个妈妈中意一个 B B 系多嘢讲啊定系少嘢讲？我相信大部普罗大众甚至爸妈个个都希望我自己嘅仔女咧系多嘢讲，唔系少嘢讲嘅。所以我觉得多嘢讲一定对每一个人都有益嘅。你看我 B B 都系讲好多嘢噶。试问下拍拖嗰阵时啊，梗系无声胜有声噶啦。温馨嗰阵时候，又问下你搭呢度好唔好？又问下你搭腰好唔好啊？咁样冇晒情趣啦，系咪？听到未啊？头先四十八号嗰位代表，佢话离婚喎。其实讲到冇嘢讲啲人先会离婚噶。如果继续仲有嘢讲，讲多边会离婚啊？有啲成日咁讲，讲咁多嘢，不如讲几句粗口听下。你睇下佢会唔会俾你出街啊？傻仔。
以前孔子成日子曰子曰啦，耶穌又講咁多神愛世人嗰啲嘢，點解會咁多信徒？點解冇人會話佢講嘢多咧？就是、因為講得多有益啦嘛。睇人哋知道佢哋嘅內心嚇。我就唔知道有冇益，我淨係知道咧，我保持中立咧就係最著數。好，咁我相信我哋啲評判都係時間俾燈噶咯噃，唔該評判。好，唔該幾位。唔該，而家評判俾正方嘅燈，綠色嘅燈掣，請大家鼓掌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十九、五十、十九，非常之高分。正方嘅朋友啲氣勢相當好，我哋睇睇反方朋友嘅氣勢如何咧。唔該，評判，紅燈啊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就是正方以十九盏灯赢了的，相信这个的赛果绝对是公平，我们恭喜正方朋友，你们夺得我们的全体大奖，我们一起听听听听你所拥有的奖品包括哪几方面。文文，麻烦由平和堂中标送出的文具套装，文迪护肤健美中心送出的礼券500元 ，Lifers Romance 镭射唱片，柏力牌高级录影带，游乐场套票，洋服礼券200元及清洁用品嘅。恭喜晒，恭喜晒！而家到咗今晚最紧张嘅时刻啦，因为将会宣布四位特别大奖嘅得主。系，我哋首先请胡英文咧将结果交过嚟，唔该。唔该，文文。首先咧，我哋要听一听。正方最具勇气奖的奖品是什么先呢？唔该，文文。由特伯卫送出的保鲜组合礼券价值2500元。最具勇气奖的得主正方的是21号。有道。恭喜晒，恭喜晒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又一起听一听反方最具勇气奖的奖品，好唔好啊？名将洋服礼券1000元及室内无线电话嘅，最具勇气奖反方嘅得主系众望所归系36号，恭喜晒！我哋而家请评判讲下点解俾呢两位最具勇气奖咧？唔该。正方最具勇气奖就诶呢个21号嗰位弟弟啦，因为佢咧就即系男仔嚟讲诶，即系多数系唔衰得噶嘛，尤其是即系喺呢个即系几百万观众之前诶，有冇几百万啊？而家仲诶，即系咁，但系佢喺咁多人面前，佢承认自己啊，因为自己目睹嘅女朋友飞咗佢，咁啊，所以就因为佢好有勇气嘅。反方巴闭啊！呢个即系36诶，即系36，因为佢就即系讲好少嘢，但系佢就讲一两次，但系佢次次讲啲嘢，你谂嗰啲呢好奇怪嘅讲啲嘢，即系佢唔系话人哋揽佢腰啦，又话人哋性骚扰咁，好犀利！恭喜晒，恭喜晒！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一齐听一听咧，慈丰大奖嘅奖品先啦，文文。色卢氏女装手表价值2600元及星马泰九天游价值6190元嘅，哇，好丰富啊！最佳持风奖嘅得主系5号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！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就要宣布即系大奖里边嘅大奖咧，就最佳表扬大奖，一齐细心听听奖品先啦，好唔好，文文？瑞士 Just Farewell 包金手表价值9000元，及由上鹏堂家庭电器送出的电器总值4500元，同埋威马 M400 室内无线电话价值1500元。最佳表现大奖的得主是4号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！好，而家请评判讲一讲，点解会俾佢哋特别嘅大奖咧？唔该，评判。咁呢个最佳嘅持风奖嘅得主呢位女士咧，可以话系嗰个牵涉嘅层面系好广嘅，即系非常之出色。譬如喺家庭里边嘅问题，佢牵涉到啦；，譬如系社会嘅问题，佢又讲到啦。佢嘅论点可以话系从四方八面咁嚟嘅，咁所以话个持风系好犀利，所以我应该攞呢个奖。恭喜，恭喜！
咁我咧就讲下最佳表现奖嘅得主啦，就系四号嗰位嘅朋友嘅。咁佢咧就即系大家见到佢咧好勇敢啦吓。咁唔单止勇敢之外咧，就系佢嗰个讲嘢嘅时候立论咧就好肯定啊。咁啊声势逼人啦，我觉得连聋嘅几乎都会听翻嘢咁滞。咁所以咧觉得佢呢个系表现得相当之好咁，所以最佳表现奖梗系俾佢嘅。恭喜你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，同埋多谢评判。各位朋友，妙论广场咧系俾大家喺温馨同埋喺融洽嘅氣氛之下咧，發表你哋嘅妙論嘅，係今次咧已經係最後一次播出同大家見面噶啦。咁啊，呢個節目咧，自從係推出以嚟咧，都係受到大家嘅歡迎啦。喺度咧，除咗多謝每一位現場參加觀眾之外咧，應該要特別多謝咧喺屋企裏邊收睇嘅家庭觀眾嘅。係啊，多謝曬你哋，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